李华同志。哎，老赵，你好。这是王院的，你好。邓主任，你好。这是陈教授。哎，老李，老陈，你好。老李，陆大姐。哎呀，简直认不得你了。当然认不得了，你现在是专家了嘛。啊，你发福了。啊，哪儿啊？我这是虚胖，整天吃中药，喝苦水啊。哎，这是你的小儿子吧？啊，最小的一个。来，叫叔叔抱抱。小四儿，快叫李叔叔。啊，一路。哎，请上车吧。我们先走吧。好，再见。走吧。走。哎呦。喂，是我。对，弄到了。弄到了什么？是，你把孩子弄出去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喂。哎，弄到了什么？碰巧了，正是你需要的东西。手续不便呢，我也替你想办法。对，最近天时不好，当心霍发霉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把它处理掉。怎么办？我另通知你。对，怎么跟你联系？需要的时候我还是打电话找你。好。哎，老李，老丁，离开车站以后我到处找你。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哦，介绍一下，石云同志，我们局里的侦查员。这是石云的爱人陈亮同志，在军区保卫部工作。你好，请坐。老丁，出事儿了，我把公文包丢了，里边有图纸。为了赶着来开会，没有遵守制度，我不该随身带着他呀。老丁，我犯了罪。老李，要冷静，啊，把当时的情况好好的回忆一下。我看这个事情先跟上部长谈一下，说不定将来还要请军区保卫部来协助呢。是，走吧，咱们到局里去研究研究。值班员注意，火速通知各地的关卡和港口，今天上午9:30，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在车站被窃，里面有99号秘密图纸。对，这个图纸关系到国家的重要机密，一旦被敌特运到国外，将对我国国防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对，命令他们严加检查和封锁。局长，你，我不能睁眼看着敌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，局长，我坚决请求。好，我们研究研究吧。
我刚回到机关，老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他的公文包丢了，问我拿了没有。来，请坐。接了电话以后，急得我连午饭都没有吃。我知道老李现在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作，他现在是在那个……哦，阿姨，大姐，有药熬吗？等古大夫来了再说吧。啊，不要紧，是我们孩子的保姆，跟我们有七八年了，成分不错，是个贫农，人老实得很呢。妈妈，哎，小四儿，妈，给，是打仗的吗？是解放军雷锋叔叔。你过奖，你过奖。先看去啊。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老李呀，现在是在那儿做那个啊，我怎么会拿他的公文包？是李叔叔的黑皮包吗？哎，是啊，小四儿一定看见了。妈妈，李叔叔不是把黑皮包交给你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交给我的？他去问那个老大妈说，把我放下，不是交给你了吗？哦，哎呀，该死，叫这个病把我弄得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对了，后来我又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哎，陆大姐，您别着急，好好想一想。小穗儿，你看见有人拿了没有？没看见，我舅舅里有一个人挤来挤去，差点把我撞倒。啊？你还记得那个人什么样吗？高高的，胖胖的，嗯，穿着灰衣服。还有呢？就这些了。请你把列车到站以前的情形再详细谈谈。昨天，离火车到站还有一刻钟的时候，那个胖胖的穿着灰衣服的人手里拎着个印着火箭的帆布包，在月台上来回走。我推着行李车经过他身旁的时候，他伸手对我说，火火。我以为他要对火，就把烟递给他。哎，他没接，手里也没有烟，反而问我车没误点吧。我说正点到。当时我还很纳闷，你不抽烟，找我要什么火呢？火，火，火，火。妈妈给你火。妈妈不要火。妈妈不要火，干嘛老说火火的呀？是啊。他手上没有烟，要火干什么？火车没误点吧？妈妈学结巴喽，妈妈学结巴喽。对，是个结巴，是个结巴。谁是结巴？爸爸。哎，犯人是结巴。喂喂，犯人是谁呀？还不知道。能知道这样一个特点也很好。哎，我带了个情况，你听了一定高兴啊。喂喂，爸爸妈妈有工作，跟姥姥玩去啊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今天深圳转来23号给我的信，问我最近来不来广州。23号又活动起来了。这个音乐家
自从到边防部队慰问以后，他再没什么动静。今天他突然活动起来，丁局长说要把他和盗窃图纸案子连到一起考虑。你见到丁局长了？嗯。哎，我是来配合你们破案的。丁局长说巧了，这个案子正好由你来主办指挥吧。瞧你，你准备怎么答复二十三号？今天晚上有他演出，咱们主动找他去。好。报告好消息，呵，都在，可以进来吗？你不是进来了吗？小崔，什么好消息？先给颗烟再说。给。哎，你算是抓住了我的特点，办案不抽烟，破案才开戒。告诉你，公文包从天而降，自己飞回来了。哦，我当多复杂呢，没出二十四小时就接了案。下午啊，我刚查到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车站拉过我们怀疑的那个人，他还说啊，下了夜班后在家等我们呢。这是他开下的地址。石英同志，局长叫你去。好。陈亮。嗯。音乐会我不能去了。好，我带伟伟去。钱丢了是小事儿，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。哎，大家都坐嘛，都站着干什么？坐坐坐坐坐。阿姨，弄点水喝。阿姨，哎，不在。哎呀，可得好好的谢谢古大夫和金大夫，要不是他俩捡到，真要把我给急坏了。这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，值不得谢。是不是请你们二位谈谈捡到公文包的经过？那好啊，当个故事听一听也好嘛。老师，你讲吧。今天吃过晚饭，我和老师到陆同志家来看病。我们走到珍珠巷，老师，嗯，你看，老师，给您。刚才过去那个扔扔的，怎么把皮包扔？可能是小偷，看见咱们来把它扔了。嗯，走不远。好了，咱们先去看病，然后再把它送给派出所。好。我们离开珍珠巷以后，我和老师直接就到陆同志家来了。啊，他们进来以后啊，我一眼就看见金大夫手里拿着这个公文包。金大夫说是捡到的，要往派出所送。当时我想，说不定是老李丢的那个公文包吧。我把它打开了一看，果然里边有张图纸。我看了以后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就马上去给你们打了个电话。当时老师怕陆同志不了解事情的经过，还让我去帮着讲。好了，麻烦你们了。罗大姐啊，
你也不用着急了，你看病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谢谢你们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老李啊，这个公文包我想再用一用。好吧，请你检验一下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局长，我请求以后能分配一个复杂的案件给我，我也好得到锻炼。怎么，这个案子还简单吗？一个普通的盗窃案，扒手眼睛里看到的是皮包里的钱，图纸在他眼里啊就像小孩画的画一样，丝毫没有价值。钱到手以后，图纸就随手甩掉了。不敢同意你的判断，你敢保险图纸没出问题？那你说呢？在罪犯没抓到以前，现在下判断还早。局长，你说呢？我还没考虑，我想睡觉了。局长，你抱着公文包睡觉，能睡得安生吗？姐，同志，你是找我？找王同志，请到家里坐吧。他刚刚让人叫车走了。他说在家等我呀。有个病人急着要车。到什么地方？说话结结巴巴的，我没听清楚。哦，是个结巴。他们往哪边去了？往铁道南去了。节目完了啊！真没想到，您收到了信就来看我的演出。哎，妈妈怎么没来呀？妈妈开会去了。哦，薇薇真乖。我弹的还好吗？弹的很好，就是稍微紧张了一点。我今天的心情坏极了。为什么呢？
那边坐。好。我在深圳有个老姐姐，今天忽然打来电报说病了。哦。我心里非常难过，想带点东西去看她，可那是禁区，办理到禁区的手续又非常麻烦。像你这样情况很快就会批下来的。可我没时间等啊。要是您肯于帮忙，搭您的车一块儿去，当天就可以赶回来。带你到禁区。您是边防部队的参谋吗？哎呀，这事儿。您看我提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看，看您的方便。这次我是来开会的，还要过好几天才能回去。哎呀，从我的心情来讲，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我们会议休息日，正好要回去取点材料。如果能批一张通行证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走。那当然好了，可我来不及请假了呀。哎，这你看，最好是再过一两天。好，我再来想想办法。怎么样？是你，我知道情况已经很晚了。三轮车工人怎么样？正在抢救，是严重脑震荡，情况很危险。哦，敌人是想灭口啊。嗯，是这样。这就是说，斗争更加尖锐，更加复杂。23号有什么动静？急迫地要求搭车离开广州，可他又不马上走。如果他是这个案子里的人，东西可能还没转到他手里。要赶快找到行凶的人。怎么样？人救过来了，马上送病室。以后我就被人救到这儿来了。情况和估计的一样。嗯。打你的那个人，是不是那天拿手提包坐你车的那个人？声音和个头都有些像。我们就去吧。我给你们指路。不，你现在还不能下来，你要好好休养。同志，
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人家豁出命来救我，我这算个什么？听说救我的还是个女同志。走。同志，你已经帮助了我们，谢谢你了。哎，那你让我去谢谁？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同志，你现在还不能走动。那，同志，有事只管来找我。好，你休息吧。派出所介绍说，这家户主叫周明，解放前很穷，现在好多了。周围邻居反映，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他夫妻老吵架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周明的老婆。我是电话局的，来查查线。哎，请。电话局，电话局。是云吗？怎么样啊？线路畅通，我的声音清楚吗？清楚极了，希望不要断线。再见。很好，每次来查都很好，喝杯凉茶吧。不，谢谢。那，请坐吧。嗯。大姐，前天上午九点多钟，我往这里挂线，总没人接呀。我出去了。你男人呢？谁知道那天他鬼混到什么地方去了？那么，他经常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经常到补习学校去上课，可是别人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他的面儿。哼，我还为他上夜校缝新衣服呢。同志，你们电话局把窗户电话换到别处去吧。我一个女人又卖茶又哄孩子，还要跑来跑去传呼，实在来不及。还有你男人吗？他呀，这两天就跟掉了魂似的，整天在外面逛。你看，他天天和对门王家的那个学生在一块儿，偷偷摸摸的，也不知道搞的什么鬼。喝凉茶。哎，这要花很多钱呢。可不，藏着躲着把家里的钱都花了。这是我昨天翻出来的，瞧，他来了。大姐，再见。哎，你们俩回来了，快告诉我吧，别让我着急了。老人家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不是？我是老张啊。哦，张同志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老张，是这么回事。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傍晚，不，就是刚才，有两个年轻人到这儿来了。
大伯，谁呀？我们给你送件东西来了。哎，听声音好熟，你们是？你不记得了？哦，你们就是前几天送我回家那两位同志。对了，哎呀，快请坐吧，快请坐。你们在弄什么？一会儿你一听啊，就知道是什么了。收音机。以后你每天晚上再也不会发闷了，每天都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。对，对，这得多少钱？我们是学着装的，没花钱。哎，那你们尊姓大名？大伯，你不用问了。哎，哎哎，同志，同志，我得好好谢谢你们。大伯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哎哎，同志，哎同志，张同志，你给我查查，我不能不谢谢他们，对吧？老张，你们谈吧。好。小崔，这样好的同志，我们应该信任他。可是，线断了。不，没断，手提包还在他家呢。走，咱们回去谈谈。好。你说嘛，你昨天上哪儿去了？你长着嘴，你说嘛。大姐，你又来查线，我听见你们俩吵架了。同志，你看这个人还可不可以教育？他是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。同志，你喝茶。有一天，周明同志和王家学生在路上遇到一个瞎老人，走路挺不方便，他们就把他扶回了家。这个瞎老人独自生活，他们怕老人闷得慌，就学习雷锋精神，和王家学生一起装了一部收音机送给老人了，叫老人能天天听到北京的声音。同志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这个提包是你们的吗？是。借给别人用过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同志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是公安局的，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助。好。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，有没有一个胖胖的穿灰衣服的人？别急，慢慢想想看。我们这条巷子里头有几个穿灰衣服的，可是都不太胖。
胖一点的人倒是有一个。谁？可是他也很少穿灰衣服。他这两天穿过没有？这两天，哎，浩们小楼上的穿过没有？你是说的叶师傅？啊。叶师傅是谁？叫叶长谦，住在我们的巷子里，在龙门饭店当大师傅。哎，对了，前天上午来打过电话，是穿的灰衣服。这个人呐，毛病就是多，一打电话就嫌孩子吵。他用过你们的手提包吗？没有。对面小楼就是，亮着灯呢，在家。他要是个结巴，你就可以吸烟了。谁？派出所的。什么事儿？来对一下你申请去香港填的表。好，请进，请坐。叶长谦，哎，人病了需要有证明。有信，拿来看看。哎，烧了，没有证明不能批准。这是刁难人，你们还管不管人民的困难？有话好好说嘛，你火什么？哎，谁火了？这就对了嘛。你写上，信已毁掉。我不会写。自己的名字会写吧？会。签名吧。有笔。写好了。叶师傅，电话。我的电话。好，你等消息吧。好。
喂，叶长谦吗？是啊。黄先生叫我问候你。谢谢。为什么那么久才来接电话呀？家里头有客人。喂，喂，喂，你明天下午3点钟到东川酒家门口大渡下等我，我请你吃饭。很抱歉，您贵姓？一个女人，左手拿一张南方日报。好。过去的那个人好面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是不是？哎，扔公文包的那个，对，像他。哎，站住，干什么？对，扔公文包的就是你。是的。去你妈，抓住他，抓住他。没错，是的。他们诬赖好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公文包。石云同志，那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的就是他。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。好了，你们请回吧。好。同志，没事了吧？坐下。同志，坐下。你们知道我是有正当职业的，我的表现你们可以到龙门饭店的组织上去了解。叶长谦，我问你，3天前的上午9点钟你到哪儿去了？我没到哪儿去啊。你自认为做得很秘密很小心，可是还是在图纸上留下了痕迹。什么痕迹？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？你看，这就是你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。我不明白。
你留在这上面的痕迹和留在图纸上的一样。我别装糊涂。我坦白，我生活困难就起了坏心，偷了人家的皮包，拿了里边的钱，别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，连皮包一块儿叫我给扔了。我有罪，以后再也不偷了。晚了，我坦白。坐下。我受了骗，为了几个钱，我帮助了坏人。你的领导人是谁？是个女的。叫什么？不知道。联络办法？她打电话找我。还有什么人？没有了。我要说一句瞎话，你们怎么处理我都可以。根据案情的结果，可以开戒了。你这样高兴，就告诉了我，案子破了。来，谈谈吧。嗯。犯人叶长谦在押。嗯。这是破案经过。这是证人谷中如金大夫的证词。这是犯人口供记录。他供出领导人了吗？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女人。根据今天23号也到了现场，虽然他们没接上头，我想一定是他。叶长谦交代了新的线索没有啊？没有。根据情况判断，他的口供可靠。可靠？叶长谦是真的就知道这些呢，还是有所隐瞒？石云，我有这样一个判断。局长，金大夫请来了。好，我就来。
长不在呀，你是陈亮吧？哦，是你呀。怎么样，战斗进行的顺利吗？刚审完，犯人供出他的领导人就是23号。哦，是这样。诗云呐，23号还在约我今晚去文化公园听音乐。怎么，23号还在活动？是在活动，而且约得很急。诗云呐，建议你在分析案情时能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，另外告诉丁局长。好，祝你成功，再见啊。再见。23号还在活动，难道叶长谦的口供有问题？丁局长找金大夫来干什么？毛主席讲，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意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，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。我不就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对于复杂事物必须要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，23号为什么还敢公开活动呢？他想潜藏吗？潜藏为什么还要露面？他想逃跑吗？他没有取到图纸胶片，又怎么能去见他国外的主子呢？金大夫和谷仲儒是捡公文包的人，又是检举叶长谦的人，难道他们……对，叶长谦是还有没有交代的问题。长谦，你的家离珍珠巷那么远，为什么你把公文包扔到那里？我又是什么人，指使你杀人灭口？我可没杀人呢。你还认识我吗？叶长谦，你想一想，为什么就在你去接头的时候你被捕了？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出卖了你，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隐瞒？首长，我不敢说呀。为什么？我没见过这个人，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，说出来怕你们跟我要这个人。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只有彻底坦白交代，
才能争取从宽处理。是。七年前，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我到广州，说有个叫王先生的，是我的领导人，每回叫我干什么，都是让个女的从电话里告诉我。快上台吧，方丽。嗯，你的长途电话。谢谢。喂，喂，我方丽呀、啊。我姓王啊。王先生吗？你姐姐快咽气了。那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你马上找车请医生，还来得及。是。我在16号桥头等你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。天气不好，我带着伞呢。嗯。23号背后确实有人指使。嗯，是啊，他不过是盯着一个联络员。谁是他的领导人呢？王先生又是谁呢？我有这样一个判断，到现场检验一下再说吧。嗯，我来扮谷宗儒，诗云你扮陆大姐，小崔扮金大夫。老丁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陆大姐啊，现在请你当顾问。以前你几次向我的汇报仅仅是故事的开始，现在我要把结尾续上去。来吧。当时我想，这要是老李丢的那个图纸就好了。你不是马上就去打电话，而且谷宗儒又叫金大夫跟你一块儿去的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去。停。关键就在下面。谷宗儒见你们被他支开进去打电话以后，他就开始了活动。谁？我。哦，是阿姨啊，进来吧。你们在工作，我不进去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呀？知道，你在念字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念字啊？那天晚上谷大夫来，我给他送茶的时候见到他，也是用的这个在念字。阿姨啊，谢谢你。我们不喝茶了。不谢。这个谜已经全部揭开了。我怎么会把谷仲儒给排除了呢？最初我在思想上对谷仲儒也仅仅是怀疑，经过进一步的了解，问题清楚了。谷仲儒指挥叶长谦盗取了公文包以后，他知道行窃犯不管怎么技巧，总要留下罪证，一定会被我们侦破，所以他要再拍一场。于是他就通过23号打电话，让叶长谦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公文包扔到珍珠巷，便与金大夫路过的时候捡到。局长，为什么谷仲儒要亲自抓叶长谦？既暴露了他自己，同时又把叶长谦拍下的图纸照片等于交到我们手里，这不是太傻了吗？是啊，按一般的规律，敌人是尽一切可能避开嫌疑，而谷宗儒呢，就利用人们对问题的习惯认识，他以为只要交出了叶长谦图纸照片，我们就会停止追查。他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更加愚蠢。老丁啊，他怎么会知道到我家来就一定有机会拍照呢？本来是应该没有机会拍照的，但是他对你家的情况，特别是对你的和平麻痹思想已经摸透了，所以才敢采取这种冒险的手段。陆大姐，从今天下午的谈话里，你意识到李化来的消息是你在看病的时候无意走漏的，然后又检查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了敌人，
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呢。嗨，老丁啊，这回算把我的眼睛给擦亮了。丁局长，顾宗荣不见了。哦，陈参谋，哎，节目完了怎么还没回去啊？陈参谋，嗯，赶回深圳吗？是啊。刚才我接到了长途电话，姐姐快咽气了。哦，她住在哪儿？在深圳。哦，对，你跟我说过。陈参谋，我已经请准了假，想搭你的车去看他。哎呀，时间太晚了，来不及批通行证了。你真不知道我姐姐出身有多苦，心肠有多慈祥，我是她抚养大的，要是在她去世以前不能见她一面，那我一生……别哭嘛，啊！好，带你去。哎呀，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感激你的心情。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去把车开了。23号要求连夜赶到深圳去。哦，这个情况和谷宗如逃跑有关系。他跑了？这个老狐狸嗅觉很灵。23号突然要求要走，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名堂。我看是这样，你要注意，路上要是遇到一个叫王先生的，允许他上车。是。你们抢先赶到深圳，准备接应。如果遇到王先生，要不要逮捕？他选定走深圳这条道路啊，必定在深圳和深圳附近的地方有他可利用的关系。我们要等待时机成熟，做到一网打尽。上部长已经通知了部队和民兵，沿路监视，同时封锁海面。好。我事先忘了告诉你，我给姐姐请了个医生。哦，你想的挺周到的。他在哪儿？在前面桥头上等。哦。啊，请停车。是王先生吧？我不是王先生。不是啊，不是就快走吧。啊，对不起，大概我认错人了。哎，同志，是这样，王先生叫渔民请去看病去，他叫我带你们去找他。哦，陈参谋，您看。哦，
问题不大，快上车吧。走吧。哎。陈参谋，他们俩的通行证。他姓方，他姓于，姓于，我请来的医生。知道了。对，谷中如没来。来了，准备。停停，我们在这儿下车了。哎，你们不是到深圳吗？王先生在那边村子里等我。好，那我送你们去。不用了，还是我们自己走吧。对，这就够麻烦你的了。问题不大，时间还来得及。解放军同志真是助人为乐呀。石云，敌人已经改变了方向，你们立即赶到月牙村去。是，走。好。有边防通行证吗？是陈参谋送我们来的。好，是我送他们来的。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吓了我一身冷汗。别说话。韩先生，小声点。就这样。王先生，你们被捕了。
问题就是不大嘛，正好半个小时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这是你的。想毁掉证据，妄想！